川口大尉、この先は貴風港ですが、私はこの辺で。隊長。全員集合、武器を持て。はい。隊長、集合が終わりました。3日前で内容駅の守備隊の小谷中隊長が火事で犠牲したんだ。次の首を絞めて10個取って亡くなった戦友の魂を強要する。万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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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勇士たちよ、我々の神聖なる軍刀に中国人の血をいっぱい染めてやれ。前進。ヤクピン、狗日敢那么急，赶着去投胎了。哎，队长，走走走。隊長、分かり道があります。左と右にあります。両方とも偵察兵を2名ずつ。はい。伝令しろ、警戒しながら休憩だ。はい、休憩だ。ラティ様、休息。弟兄们、休息吧。大哥，你笑什么？哎，你小子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老子倒是听当地人说过，这个地方呀叫石门口。这左边那条道啊，它是去赵庄的，往东北走上个四五里路，那个地方这路啊就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，到最后就只能通过一个人啊。当地人管它叫隘口，隘口的最后一段那就是个悬崖，要去赵庄那得先过隘口，再翻过这座山，再往北走上20里那才能到。这右边的路啊倒是好走，往前走个7-8里那就有了村子，叫李陇村。哎，大哥，您知道路干嘛不告诉皇军？这慌什么慌啊，那黄也是人家的，跟老子有什么关系？狗日的日本人，他瞧不上老子，不给老子好脸色看，老子凭什么告诉他？大哥说的是，那日本人实在也太嚣张了，弟兄们早就看不过眼了。要不是大哥您没发话，我们弟兄们早就抄家伙揍他狗日。你小子还真敢揍日本人啊！老子要是真发话，你还真去揍日本人？哎，大哥，您这么说可就看不起兄弟了。别说是揍日本人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只要大哥您吩咐，老子在所不辞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兄弟。この道だよね。伝令しろ、左側の道へ行け。隊長、情報により姿勢が険しいため難しいようですが。それはよくわかる。不意をついて攻撃を始めるというのが中国の兵法だ。あの方がいけないと君まで思うなら、敵も同じ考えをする。この道は小村へ行ける。あそこの敵を襲撃できると信じる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出発だ。集合。じゃあ全員進め。看这样子呀，小鬼子是挑左边这条道走了。跟弟兄们说一下，回头跟在日本人后边的时候离他们远点啊。哎，大哥，这是为什么？你想想啊，这虎头山的八路军是那么好对付的啊？要不然这日本人到现在
还至于让老子陪着他们团扫荡？前些天清风寨的朱老大是派人捎话来了啊，说是八路呀只对日本人狠，像咱们这些啊，只要不祸害老百姓，那人家自然会手下留情的，知道吧？离日本人远点儿，这既是不妨碍别人的事儿，也是为我们自个儿好，知道吗？明白。弟兄们，起来了，大家都听明白了没？离日本人远点啊！啊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起来。这鬼子终于给打跑了。是啊，要不是周队长的命令，占了地形的便宜，这一仗真不一定打得下来啊。隊長、この先異常がありません。捜索を続けろ。はい。一度目の天竺一台だ。殺傷力は弱い。涼しい奴らめ、なぜ正々堂々と戦わないんだ。作業兵を出せ。警戒態勢。はい。地雷するのは道理で探査が効かないんだ。銃剣で全て排除しようと伝え。はい。班长，你看，鬼子已经开始用手工排雷了。用刺刀探雷，我们的桃子地雷就失去了作用。班长，那怎么办啊？不急，
让鬼子慢慢探去吧。鬼子要想把路上的雷全部挖出来，怎么着也要等到天黑。走，我们撤。警察兵，你们有啥呀？嘿。村へ出発だ。異常がないなら宿営しろ。はい。進め。隊長さんの部屋が用意できました。練習しろ。警戒態勢。はい。警戒を強めろ。原地待命，过一个小时鬼子睡着了，咱们出发。是。できた。走ろうぜ。走ろうぜ。怎么回事？娘的，谁的方向？啊，哪儿的方向？队长，你听，好像八路来了。不好，八路跟鬼子干上了，兄弟们给我上。李可汗，你不要命了啊？你还要去看吗？李可汗，都听老子的，想活命就听老子的，谁都不要放枪，找个地方赶紧躲起来，好不好？还看着我干什么？赶紧的，快快躲，快躲到哪儿啊？狗日的小鬼子，你们自个儿玩去吧。隊長、敵に囲まれました。部屋に戻れ。你们这谁是领头的？俺。哎，大哥，是俺，李德九。那天晚上，啊，李德九啊，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。是。你跟我走吧。哎，哎，大哥，这走啊。哦。兄弟们，这这紧了啊，还有十分钟。走。报告，我们在村头俘获了一队伪军，
这个是伪军的头子，叫李德九。长官好，俺是李德九。您是周长官。久仰久仰。周长官，俺在莱阳城那就是混口饭吃，从来就不为难八路军的弟兄的。像这回俺们那可是一枪都没发。长官您看，您看怎么回事啊？少杰，这不是汉奸吗？留他干嘛呀？毙了。不是长官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俺真的不是汉奸。长官你看，俺是中国人，俺中国人怎么可能是汉奸呢？是不是？这身皮不是我愿意要穿的呀，要不是家里穷，实在揭不开锅了，谁穿这个？你说是不是？周长官，清风寨的朱大哥，他跟俺那是好兄弟，上回夜里他来找俺，还让俺做了回内应，那次给这个大哥开了个城门。大哥，你给说句公道话呀，上次是不是俺给你开的城门呀？上次给我开城门的的确是他。哦，你呀。李德九，你也说了你是个中国人，我劝你一句，鬼子的日子不长了，自己小心。明白。起来吧。周长官，您放心，从今以后，俺李德九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首演，贵军有什么需要，吩咐一声，俺一定照办。这去立功，这去立功。走。谢谢长官，谢谢长官。说是逃回去的啊。明白明白明白。